再来，阿婷老师，您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这边有一个本子，这个本子里面呢有很多城市。阿婷老师辛苦一下，您可以帮我读出上面的城市吗？这个是济南、济南、上海、上海、长沙、广州、乌鲁木齐、杭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拉萨、贵阳。哇，认识这么多字儿。那金星老师，这样好不好？您看到上面有差不多30个左右的城市，但是呢，金星老师，我希望您的选择非常的随机，把本子拿在手里，偷偷的像这样子翻起来，多少都可以翻起来啊。然后呢，看一眼，看一眼翻到的是什么，是拿着它，然后我偷偷的转过去，然后不要看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之后呢，金星老师，您有个任务，把这个本子丢回到台上，好不好？哇！现在我希望您想象，你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城市当中，您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街道。嗯，这个城市的人群，呼吸这个城市的空气。嗯，我想我大概已经有答案了。真假的？金老师，闭上您的眼睛可以吗？然后大声说出这个城市是三亚。行了，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。